首歌，就是叫做一首歌送给大家。多谢，谢谢，希望大家都心意，同埋藉住今日可以收到防火意识，咁大家小心啲，屋企安全啲，咁生活就快乐啲噶啦。多谢晒。在听收音机播歌，多么向前的背后，是某个消失上播，得到惊叹的爱歌。但我歌曲不重播，栖身黑暗的角落，留在寂寞那刻火，想等一个声听我。让我专心地唱歌，不管心里多跌宕，就算声带都曝光，哼出凄美的幻歌，又再等不到什么，即使心里多渴望，仍然谢谢你启发，偏偏喜爱宣唱我，无数个小歌声。Thank you.